剧大师选美声，艺术混搭效果如何呢？向小向雨学习。太阳面向湖边有一条小村，你咋唱的呀？雨落地，后来老师听，你这什么都晕了，做的戏曲都能唱美声了啊！小向雨得子不易，孕期病变，儿子命悬一线，但是有危险，你要是怀不好，瘤子一长大，儿子就没了。哎呦，这还得位置会长，你知道吧？这位置还得长到瘤子对面，或者不能挨着瘤子，或者对这样长在瘤子上头，你这多可怕！你说的太狠了，我这玩意儿。孩子光机就生孩子了，我就邦机就怀上。即将意外提名，小香玉穿上红地毯的尴尬。掂了这么大一袋子，里头有洗漱用品，什么什么什么都在里头。掂着大袋子，笑着要撤那个，就在那大道上走。来卖货的。这谁？小香玉，小香玉，哎，怎么是红地毯呢？我一看，人家都是啊，掂着小裙子，嗨，然后，哎，这，我掂着袋子太没面子了，掏出牙刷来，哎，鼓掌。谢谢。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津，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津卫视，有请主持人郭德纲。我以为他让我重说呢。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呀？南腔北调的。我们老家话。哦，好极了。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我是郭德纲，欢迎你们。好像你从来没说过方言。嗯，这是我徒弟，大家都熟悉啊。今夜有戏的二助理岳云鹏，谢谢。那个角落坐的是我们可爱的小助理小影子。嗯，哎，小影子每次都不一样，你看那个，说明要长鸡，就是这是。嗯，兔年啊，兔年了啊，真好。这个怎么突然间想起说老家话来了？亲切啊，岳云鹏家住在河南濮阳地区啊，对，南乐县是，啊，每逢佳节倍思，别说了，太细致了啊，啊，回人家找佳节是事儿啊，当然是，这个河南是一个比较有传统的地方，过去来说，那开封来讲吧，六朝古都，嗯，六个朝代都定都在开封，想当年据传说说河南话是普通话。你想六个朝代都在这儿定都，走了街上都是人，干啥去了啊？吃饭了没有？吃饭了没有？这是普通话啊。河南出了很多的名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出了名人很多。说一个，大伙儿可能就知道，神话故事里边有一个女娲补天，都知道吧？哎，这据说这补天的女娲就是河南人，啊，就是小月他们村的，不是吧？我们县城有一名人，谁呀？仓颉。哦，对了，仓颉造字孔子刘叔，啊，这字儿谁发明的？就是仓颉发明的。嗯，啊，这主儿我看过一个神像，四只眼睛啊，一个神仙，是他造出来的字儿，孔圣人才留下来的书。嗯，仓颉造字孔子刘叔。嗯，哎，对，仓颉是你们老乡，南乐人，是南乐县的人。对，包括老子，嗯，也是河南人。您不是河南人，我没说我说老子是河南人。对，老子啊，老子、庄子能写《道德经》，您琢磨这玩意儿，他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你包括现在你说邓亚萍啊，什么刘国梁啊，这些为国争光的，这都是河南人。岳云鹏啊，啊，这个稍微差一点，啊，过去还有一花木兰，嗯，替父从军，那也是人家河南人，昌乡。花木兰你知道吗？我知道啊，真的假的？我当然，我河南人啊。你还知道这个？嗯，豫剧舞台上表现过，是电影也拍过，嗯，啊。一提到这个花木兰，大家马上想起来我们的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嗯，那么今天我们这期嘉宾又跟常先生有关啊，常先生的传人，也是我们的戏曲名家、戏曲教育家。掌声有请小香玉老师。他们让抱一下，他们让抱一下，闲着是吧？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小香玉得豫剧大师常香玉嫡传，1995年创办了小香玉希望艺术学校，至今在艺术教育、社会公益、慈善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在影视、歌曲、小品等多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可
可谓是一专多能。此番做客今夜有戏，与老郭一起聊聊他的艺术人生。除了你这个节目火，我知道你嘴太厉害，没有，所以我来之前我先带个礼物，然后你嘴你把嘴堵一下，你嘴下留情。你看我送你一支笔，你看啊，看这支笔，中国红鹤，多漂亮啊！真好看。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在这个我下次来之前吧，你得有俩字，你得给我写出来。哪俩字？河南话是“博洋病”，“鸡汪壮”，但是要是北京话呢，那就是。表卷表卷啊，是什么意思？这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这字儿呢我始终也不会写。你们搁在哪儿说呀？这个我们就搁在那个拿着笔的那个人写的那个会儿说。拿着记着这俩字啊，回家咱们查字典去啊。表卷表卷，你说过这话吗？没有。你看看，还没说过。给我点时间我去查查这个吧。郭老师，为了对您的这个尊重，我们呀还专门把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带来给您表演一个节目，叫中国字画第一次演节目。因为我们这锅啊生小孩，刚进校没两月。每一锅都生小孩了。哎呀，对，你看，不是，这小孩是新生，然后呢学一俩月，着急的让郭老师给看一看。您说的是生坯子是吧？生坯子，我们来这个今夜有戏啊，来捧场的，所以送给您的礼物，希望您喜欢。得了，谢谢。第一次表演，我们来看一看，这叫中国字画。小孩儿，小孩说的唱的什么那种天真的那种高兴的劲儿，不是拿笔能写得出来的。就是，这个最近您演出多不多呀？演出还好吧，演出也多。那个我知道您演出的火，我怎么老想说您那个呀？我还行，还挺受感动的，因为那个好多人在做一些事情，但是说郭老师，您得。大腕儿晚会儿来，我高兴。不敢不敢。说郭老师歇会儿，我高兴。哎呀，可了不得。说郭老师多歇会儿，我说我高兴。哎、但是您这就是来早了，心里不痛快的，就是。说别人我不高兴，因为郭老师确实又演出，德云社也火，节目也火，好，所有的公益活动也搞。哎呦，我得向您学习。以后我早点来，别让您等着。哎，我怎么觉得我能说相声了？你早就能干这行了。现在豫剧还演吗？演。真的呀？我看过您唱的《花木兰》，那谁说你祖如兰？真冲啊！岳云鹏，你来一下。今天很难得啊，小香玉老师来了。咱们欣赏欣赏吧。不是，要这样，我来了我就不唱了，因为什么呢？我要听你，我既然来了，对吧？现在就是说搞教育的来，我教育教育你，或者你学上教育你，教育他是吧？谁唱啥让我？叫大姑啊，大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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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给大姑面前我唱，那关公面前耍大刀。那刷一下吧。爬啥嘞？你唱啥爬啥？刷一下，来刷一下，刷一下。谁说女子不如男？中啊，来唱。刘大你好好来刘大哥讲啊话你太偏你看你手里的线怎么这样啊哎呦还我手的别处的不这样我多多少少紧张紧张是吧紧张来那这样了师傅来我学生紧张师傅来我们学唱都是学点皮毛啊那你皮毛让我听豫剧特别难唱啊我学过这么两句满头乱叫配呀配就对
完了。别别说，你这是豫剧的黑头，但是呢，我咋听见像山东黑头、啊？我不敢多唱，多唱把嗓子喊劈了就。你就能唱成这样了？我就别唱，我真是紧张。刚才在台底下我唱挺好的。你这事闹的，那是不能见真佛，这是啊。我还真默词了。嗯，真的啊。那得嘞，那咱们坐着聊好吗？来，欢迎小香玉老师。欢迎。今天小香玉老师来了，我特别的高兴，因为嘉宾呢五行八座哪个行业都有，但唯独戏班的来了，我打心里痛快，因为能聊到一块儿去啊，今天挺高兴，我们喝了茶聊了天，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大家一起来乐吧。他们拿人钱了主要是。哦嗨，有时间看电视吗？有时间。我们这节目有时间看吗？看过好几期。是吗？我们这儿有一个 PS 大赛，就是把我的脸呢变成不同的形状，咱们一块看一看。看一眼。东京爱情故事啊，来变，你们就这么糟践我吧。东京流氓故事，然后对，这个脖子稍微长了一点。其实脖子长点好看，你看见没有？哎呀，下一个，舒马克。好，变。哎呀，整个不像我了，气质不一样了。三拆收，哎，对比一下。啊。再来一个，哦，哎，这是谁啊？头顶，史源。你这样太可怕了。看着膈应的时候，我留不了这头发。对比一下，你别说这医生，哎、真不错啊。显得妖气了脸。那管什么用啊？还有吗？还有的。再来一个，呀？哎，不会吧？这样太脑子慌了。好，变一个。也一样。别说、啊，我还真媚。哎呀，高兴的很，受不了。这是我们河南爽朗的女人，来对比一下。这是整容前后。我了，哎呀，真受不了。整容前后这个剧组有坏人啊。还有吗？没有了。好，万幸，收了不？收了，收了。这是我们的网友叫李和，还有叫蚕宝宝，他们两位提供的。如果谁还有这方面的好作品，请您把它寄到这儿来，我们会选一二三等奖到现场跟主持人嘉宾亲密互动。今天小香玉老师来了啊，提到您呢，不得不说的就是我们的豫剧大师您的奶奶啊，常香玉老师啊。这个我们先看看有老太太的照片。这是哪年照的？这个是，哎呀，我估计我是艺校，就是十几岁的时候，还上学的时候了。哎，我十几岁的时候也不显小哈，不显小、然后小的时候从来没显小，现在老了也没显太老。不老。这个我看着娘俩特别的像，但是据传说好像娘俩没有血缘关系啊。也不是传说，奶奶对，因为我爸爸6岁的时候，我爷爷和我奶奶才走在一起的，所以大家都感觉好像这个，当然也没有再别的奶奶了，所以我的那个亲奶奶也不在了嘛哈。然后，所以大家我就从小呢也一直跟着奶奶，跟着爷爷，我也没啥印象，但是印象里就是奶奶教我的，现在大家看见的我，然后说这个唱得像，嗓音像，说气质也像，然后那个。关键是他吃饭什么我们也像，他爱吃点素啊或者杂粮啊咸菜啊什么，这也特好对付，这也很像。这么大艺术家就吃点这个，就爱吃这个。这个您这身世挺热闹啊，今天我们知道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奶奶就是亲奶奶一样。奶奶亲奶奶，你教你唱戏，教你做人，然后那个平时还有身上满身的好毛病啊，好习惯。你比如说奶奶这个五几年的时候捐钱架飞机，然后我就觉得特光荣，啊，这老人这么好，到哪儿别人都尊重，那我也办一学校，我94年也办一个中国第一个希望艺术学校，你看多好啊。然后言传身教，哎呀那样。然后后来他们说小香玉唱得好，实力派。好，我奶奶实力派，高兴，哎呀高兴。所以啊，有这样奶奶是很骄傲的。奶奶是艺术大师，当初还抗美援朝的时候捐过一架飞机，我们有照片来看一看。咦，哎，香玉剧社号，这架飞机现在在哪儿了？在军事航空军事博物馆。哦，
这个飞机当时是多少钱？15亿人民币。旧币的15亿。嗯。和现在多少钱呢？和现在合不出来，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参照。这没法换算。但是我知道他是演了半年，就是全国巡回演出了一圈，带着全剧院的人，然后还有好多爱心人士捐赠，不得了啊！捐个飞机是吧？15亿，全凭演出挣的。你要说捐点军鞋，弄点什么，这不叫事儿。嗯，一架飞机那还了得呀？嗯，大伙儿一块儿唱戏啊，真是真不容易。嗯，打多大开始学戏的？没怎么好好学啊，因为那个不知道，真的就是不是那像人家那个吃苦耐劳。然后今天我们有一班长，也是我的同学，哎呀，经常练的就晕过去了，就腰硬啊，咔下腰就头磕的到医院了什么的，人家都那样，玩了命了，玩了命了，最后他还没我没笑出来，他还没我唱得好。然后我呢，就是反正看一看就会了，也是那样的。然后那个其实家里人不想让我搞这个，家里不想让唱戏啊，不想。文化大革命刚完，都刚受完治，哪能再弄这个呢？就是医生啊，每天给萝卜打针，啪。就想让当大夫去了，哎，让大夫去了。结果好，一考一校第一名，一考一校艺术课好，嗯，好，什么都好，就考上好几回。说这孩子考上好几回，你要不让他上了也不行啊，说不过去了。就是最后上了，就他上就上了。考的时候奶奶拦着吗？奶奶也没拦，都考了，考了吧。嗯，已经去就去了，去了。然后唱就唱了，班上也老一，专业课永远都第一。嗯，老一就老一吧，后来得了奖，呵，后来成名了，拿奖拿报纸，回去看神童，啊，奶奶也挺高兴。这个跟奶奶同台演出过吗？常演。啊，最后一出戏还记得吗？最后一出戏应该是88年的湘玉杯艺术奖杯，奶奶演出，捐了这样的一个基金，然后呢，为这个戏曲，为这个。嗯，这个艺术发展，这个或者说是特别有艺术前途的年轻人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嗯，让他们得这个湘玉杯艺术奖，然后我们一起演。嗯，但是这次演出，我觉得特殊感动的是，我奶奶她的代表作是《红白花》，红就是红娘，嗯，《白蛇传》花木兰，嗯，但是红娘奶奶唱得特别好吧？当时呢，她已经都那个头发都白了，也岁数大了。然后我也都成名了，我都20多岁了嘛。然后奶奶为了给我配戏，她演老夫人，我演的红娘，这是她一辈子在演艺道路上，或者说演红娘这个戏里头第一次当配角，从来没唱过这个，没有。然后她演的老太太，然后我演的小红娘，但是特别感觉好，因为她真的一出来，这个气场大的就跟老夫人是一模一样。嗯，然后我小孙女，然后跟小红娘一模一样，所以那个红娘演的非常好，非常特别的投入，特别默契。这个我们后台有几个演员，经常在台上学唱豫剧的时候，就爱唱这个什么。在绣楼啊，领了小姐的命什么的，啊，哎，是是是是，小月他们都学过这个啊。嗯，还真是。这个给我们来两句吧，我们听听原版正宗的是怎么唱的，不必多啊，来几句咱们欣赏一下。哎，其实我们准备了可多小节目了，行，那就来一个吧。来一个吧，嗯。在绣楼我放了那呀哎，我的小姐原名那呀，到书院。去探那先生的病情，上绣楼我要把小姐黑红。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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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就说呀，张先生的病情不轻啊。啊，好，这是小花旦。你别看这声音不大，唱这么几句特别的投入，小月都看傻了，你看。这些年来啊，大小的晚会啊，小湘玉老师演了不少，其中不得不说就是上春晚。85年的时候上春晚，还找金铁霖老师给，说了说，教了教是吧？啊，不是，那个85年上春晚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我就觉得上完春晚了，人家都那么好，我这找金老师，去那个什么。去那个学声乐，嗯，然后也唱唱歌，嗯，啊，也让自己的声音，啊，那个一点儿。但是后来那个家里不同意没，我就上了河南大学了。我的河南大学的声乐老师是吴秀芝老师，也是我们河南声乐唱最好的老师。嗯，啊，我跟他学完以后了，你没看我现在声音多好啊，多无敌啊，嗨，全是吴老师教的。
还有天生的，哎呀，还有奶奶教的，特别好。像像像玉天一，不是你应该摔在这儿的时候，你说你说啊，那你学了声乐了，那你唱一句让我们听听啊。哦，那咱们再来啊。哦，既然这样的话，你给我们唱两句，我们听听吧。好，我给你唱两句吧。我记得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唱的第一个那个什么？是啥呀？唱的第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舒伯特写的一个曲子叫。那个烤红不是、啊、不是小鳟鱼、啊、然后当时学的是美声唱法，这一般都是这样吧。嗯，你让这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但是我是唱的是美声，可是动作用的是唱戏的动作。你让这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然后唱这样呼啦的。后来老师停，你这什么都晕了，到底是动作是吧？你表演是不错，但是唱怎么就感觉不出来是美声呢？做的戏曲动作唱的美声的啊，把我们大学老师都震坏了。但后来我觉得我的专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咏叹调唱得很好。哦，真的呀、啊？嗯。那您正经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吧。好，来两句。来烤红鳟鱼这个。你为啥低头啊？我看看你这歌在哪儿了，也没有词儿，我也不知道你唱的叫什么歌。不行，重来。后面把笔弄卡的喽，老师教的。嗯。你表情白了。喝口水，喝口水啊！有点没听味道。有，嗯嗯。没了没了，就这么多。哎，这几年白上了，就会两句。但我觉得您现在这美声唱的不错，挺好。我特别羡慕人家那个帕瓦罗蒂那儿哈、啊，拿一白手绢跟着啊一唱，哦，我的太阳。嗯，真挺好的这个。完了，我现在学这稍微晚点就算了吧。你行了，你也不差这一个。你戏唱得好，相声说得好，德云社带得好，不行不行，节目做得好，还是您好，还是您好。哎呦，咱俩老这么捧，人家不让播了，这机会了。嗯，这个说完了事业，我们得聊聊家庭了。好，这个孩子多大了？儿子，谁勾我？又说勾我的话题，一说我儿子我就来劲儿。你知道我来的时候我儿子说什么？妈妈，你明天做什么节目呀？我说我明天做那个郭德纲叔叔的那个节目。哦，郭德纲啊，我知道。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就是姓郭的那个得了纲，所以郭德纲。他几岁了？六岁多一点。啊，六岁多。嗯，可好玩吧？好玩，话多得不得了。好，我儿子比学生比你都能说。没这么比的啊。没这么比的。我们做过一期小崔那个小崔的节目，我一般那个做节目不带他。那次做我的专访，那我说我带上他吧，他在底下他们说他着急想上来，上来以后崔永元给他话筒，他一直不停的说，崔永元算了，你下去我说不过你，这不是胡说，是真的，他这话想法说法特别多，最后说你下去吧，满脸的骄傲和自豪。天底下谁家孩子最好啊？谁的妈妈都觉得谁的孩子最好，我一点不傻。你都觉得你儿子好，不是吗？不，我觉得你儿子挺好的。换吗？不换。你换就合适了，我儿子都15了。嗯。突然你太年轻，你不年轻，我们再拜一个干的。哪天把他领来，我得好好看看这孩子，嘴怎么那么碎，这么可爱。碎。是吗？跟他玩儿好，来劲儿。就是这孩子吧。哎，看这两岁时候，呵，瞧我儿子帅。多好玩，你看。哎呀，还有吗？还有吗？啊、哎呀，看参加世博，站在中间。嘿，哎呀，真有馅儿，可爱。据传说得这儿子可不容易、啊。哎呀，不容易。你愿意跟我们说说吗？愿意跟人说，特别愿意。只要是儿子，什么得了。他真是这样，他只要愿意说的，你拦不住。他不愿意说，两句话就给你岔开。嗯，那你爱说就多说吧。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一直弄学校啥，我也挺忙活的，不觉得好像是必须自己得有儿子。哎呦，我妈都劝了我10年。都没想通我，后来了，完了有个瘤子，然后这时候人家说你来吧开刀，啪一刀瘤子取了，但是这个过几年可能能要孩子，也可能不能要孩子。哎呦我天哪！我说这怎么弄啊？回去他说那你有本事就怀吧，嗯，怀了那个一刀连儿子带瘤子，我说真的假的？是真的，但是有危险，你要是怀不好，
瘤子一长大，儿子就没了。哎呀，哎呦，这还得位置会长，你知道吧？这位置还得长到瘤子对面，或者不能挨着瘤子，或者对这样长在瘤子上头，这多不大。你说的太慎重了，是吧？然后呢，回去了，咣叽，就有儿子了。然后呢，去了医院了以后，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对不起啊，也搭着我不太懂这个哈、啊。这谁呀、啊？笑得比我声还大。啊这个对不起啊，我们也年轻哈，没有多少个孩子，光机就有孩子，因为多少孩子，光机就生孩子了。不是，就是比较有福气。他说你回去吧，你只要怀上，我就帮机就怀上。郭德纲，我气死了我。你自个儿说的呗，就怀上了呗。然后呢，而且我儿子特会长，夸长在瘤子地面。长儿子长特别大，瘤子没怎么长，但是有一种可能，你今天笑呢，那医生啊他都知道，那瘤子有时候长得比孩子快，完蛋了，这个、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哎我儿子长得特好，然后一刀夸，然后儿子，然后瘤子挨着瘤子，什么呀光机什么就哎瘤子，我给你讲讲，给你讲讲，哎有家长呢，家属呢，我爸我妈奶奶爷爷全在，都吓坏了。不是，一出来啊，生那个说先看，生了啊，生了啊，什么呀？就跟橘子那么大，咵看瘤子，瘤子出来了，说哦，瘤子拿出来了，一会儿，咵出来，人呢？说在这呢，一会儿一叫，看儿子，啪又回去了，儿子好，这都是晕的。然后我呢，当时我记得特清楚，医生说，哎，反正就是要生了吧啊。医生说，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我想测着身子啊，生孩子测身子，测了，等会又给我测过来了，测。然后我稀里糊涂不知道，一会儿干嘛？特从容那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收拾完以后呢，那个前头这儿挡了东西，然后医生就把儿子给搁在那儿。哎呀，我正好能看见。我跟你讲哈，那个乐呀，就是全世界女人最开心、最幸福的乐。然后我就开始乐了。就从那一下，我一天嘴都没绷，就绷不住嘴，一直咧着嘴笑。哎呀，看我儿子，哎呀，就太美了，你知道吧？然后你看我儿子是这样，出来以后，人家小孩不是啊，就这种声音，他不是，他特从容，喝碗，喝碗，喝碗。他这说话，给我碗，给我碗。不是，他特从容，就是意思是，反正我来了，这意思。呵，哎呀。哎呀，做了这么多期《今天有戏》，我今天跟嘉宾探讨生孩子的事。那你的事儿，你勾搭没搭上说这话题？你说的，你爱说这个吗？这不是，啊，那挺好的啊，这孩子特别的聪明，你真应该把他带来，我可喜欢小孩了。好，下一期，行，下一期导演串进去啊，我儿子跟他。你孩子小名叫什么呀？豆豆。应该叫光机。光机就来了，行了，省省。你干啥去？这是。对，小香玉老师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要不然也不可能弄这么多孩子天天在一块儿。这学校办多少年了？95年、94年开始到现在吧，十几年了。那个就是第一个希望艺术学校，中国的第一个希望艺术学校。然后呢，学校慢慢发展呢，就成了职业中专，啊，我们学校就大了，有文凭了，哎，有文凭了，全国各地小孩来了。后来了，觉得还不满足，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发展到北京了，然后朝阳区，啊，然后我们艺术培训学校。后来非典以后呢，学校就转型了，然后呢就不住宿了，然后呢给朝阳区呢有几所打工子弟的学生，免费给他们培训艺术，然后我们在今年呢，也就是2001年呢，开始新的学校成立了。这个学校是全国唯一的9年一贯制，就是说小学、中学全有。然后呢，文化课呢也是国家设置的这个文化课，什么都有，同时有艺术课。艺术课我们里面有影视表演，然后有舞蹈、体操、武术，所有的这些艺术门类都在里边。但是呢，就是寄宿制，在孩子晚上的时候啊，或者复课的时候啊，或者其他课的时候就学这些艺术特色。不同在哪儿了呢？现在有好多家长，等到孩子初中、高中的时候，突然发现没特色，
这孩子将来干嘛呀，是吧？哎，我们这九年呢就学的影视表演，如果他在影视方面特别有这个突出的这个特色的话，哎，他就直奔考这个什么，那挺好的，哎，电影学院呀，啊，传媒呀，哎，比如说他声音特别好，他将来可以唱歌啊，如果他的调也好什么，他也可以考搞舞蹈啊，哎，当编导啊什么的，所以等于他毕业的时候呀，就帮他选择好几条路了，就不用他到那会儿了现去拿一个什么奖，然后减点分儿，然后什么了。对，迄今为止咱们教了多少学生了？这几千个吧。哦，几千个人了。今天我们也带来的是我们第一批，其实刚一两个月的小孩。好，哎，带上他们来了。来了吗？来了。我们瞧瞧孩子在哪儿呢？啊，这孩子在哪儿呢？来，好，小朋友来，我们看看。小朋友，你好。呀，真可爱啊！呀，怎么？你们好。为啥呀？啊，快来，快来，就他俩呀。啊，来坐这儿来，孩子，来坐坐坐。你好，宝贝儿，你好，叫什么名字啊？对着话筒说。你看，我们都第一次都不知道拿话筒呢，还。啊，你叫王飞燕呐？嗯。你叫什么呀？我叫于子晨。于子晨呐，男孩儿女孩啊？呸！不是那个来之前，我怕你记不住于子晨不好叫，然后我给你起了一个小艺名，你叫他于子吧。啊，于子啊。嗯，你叫啥来着？王飞亚。王飞亚，亚亚吧。飞亚，王飞亚，我记住了。王飞亚，于子晨是吧？好，那你俩你几岁了？这个。我八岁了，哦，我九岁了，呵，我们九岁了，孩子长得真好看、啊。不是这个，这不算最好看的，但是也不错了。你这小孩考试的时候，嗨，你这不是害我吗？这么说人家，这没溜。不是这个小孩考试的时候，我一看形象一般，哎呀，别说了，多好看呢、啊！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啊、不能考上？然后站一批，我说这样，我说你起来，然后好，然后这个跳那个唱，好出去吧。他说我还没唱呢，我说啊，还没考上你呢。考学的时候，学生一进来好多哈、啊。我说那你唱一个吧，哎，你听听，他这嗓子还刚开始。你会唱吗？要不然你来两个吧。会。好，来唱两句我听听吧。俩眼儿的。好，俩眼儿的。嗦嗦咪来，再来。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虽说女子相忘情先，男子大丈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啊，请往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河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哎，谢谢。虽然我们才学俩月哈，也不错。才两个月。哎，你呢？你准备了什么节目了？你上来了，对着话筒说。我准备了一首歌曲。啊，是歌曲啊？嗯。真的假的？真的。啊，那你飞呀是吧？啊，那你就别唱歌了。你还准备了什么呀？嗯，准备了送给郭叔叔一个礼物。啊。我刚送过，你也有礼物啊？真好！来，我看看送了啥礼物。送的啥呀？啥拿出来呗、嗯。现在礼物不能送给郭叔叔，必须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他有条件。我送您礼物必须系在，戴在您身上。哦，戴在他身上。金链子。嗯，然后。快拿来吧，孩子。好，去吧。快来，宝贝儿，上这儿来。呵，瞧，哎呀，还会魔术呢。哎，看这。这什么呀，这什么呀？啊！哎呵，小丝巾呐、啊。哎呀，哎，真漂亮！谢谢。你给郭叔叔讲讲，你为什么送他丝巾嘞？因为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我想过年了送吉祥的好。哎呀，还有呢，这丝巾是怎么来的嘞？我妈妈是卖丝巾的，我从家里挑一件最漂亮的拿过来的。哎呀，好，行，来给他系上吧。谢谢谢谢孩子，给他系吧。家里还卖别的吗？还卖别的吗？快点来给他系上吧，真好，系，来来来，我看看，哎呀，看看我们多一个哈，真好，好不好？他这要累死我了，这是啊，我看看，不能太累，好看吗？真好，还有点紧张是吧？没事没事，那你怎么不敢？还都不笑了，丝巾都拿来不笑，亲他一下，递一下，哎呀，谢谢。
真不错，哎，谢谢你，真棒。坐这儿，宝贝儿，坐这儿，坐这儿。哎，好，坐下吧。哦，你今天准备的有这个节目呀？谢谢你，然后跟你妈说这舞在我这儿了啊。都记上了，他为啥跟他妈说呀？你不是偷出来的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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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真好。嗯，那个学生部分是不是就没有了？要不你俩下去吧，是吧？看我紧张，因为我们第一次上台都不会笑啊。明年就不一样了，谢谢你俩，谢谢，常来玩，宝贝儿啊。哎呀，真好。嗯，这个您还得过一回什么金鸡，是什么奖了影后是吧？我记得电影了啊。您这些年真是树上开花。不是，我发现我这人吧，就是金鸡奖意外提名，肖湘玉初登红地毯的尴尬。掂了这么大一袋子，里头有洗漱用品，什么什么什么都在里头。别人大袋子笑着特那个，就在那大道上走，哎、来卖货的。这谁？这谁？小湘玉，小湘玉，哎，怎么是红地毯啊？我一看，人家都是啊，掂着小裙子，嗨，然后。哎，这我掂了袋子太没面子了。回什么金鸡是什么奖了影后是吧？我记得电影了啊。您这些年真是树上开花。不是，我发现我这人吧，就是这个吧。哎，你看见没有？这今天第一次说啊，这个妆是头一天晚上在一个活动上剩的妆，这头也是剩的头，真好，就直接跑到苏州，就领奖，然后就走了红地毯。不是，关键我不知道我能得奖呀。拍的第一个电影，说来吧，湘玉拍一电影啊！拍电影都谁呀、啊？徐帆老师，女一号。哎呀，我说我得跟他学学，我喜欢表演啊，看看电影怎么拍。然后呢，我说那去吧，演了这个角色了。演完了以后了，说通知呢，要拿这个金鸡奖颁奖了，你提名了。哎呦我天哪，我都在电影界提了名了，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这个盛装盛头一下了那个汽车，哎，怎么是红地毯呢？我一看，哎呦，我再一抬头一看，完了。这晚上的活动，下了飞机3点，怎么那个两边站都是观众，然后摄像机架着，这就走红地毯了。这就，我再回头一看，刘若英，哎我这不是那个什么奶茶吗？这个都认识吗？还有这个怎么办呀？然后掂了这么大一袋子，里头有洗漱用品，什么什么什么都在里头，搁这儿不合适，搁那儿不合适，给谁谁都不认识啊！这到人电影节上。我爹大袋子笑着特那个，就在那大道上走，走来卖货的。就这样，那电视台的人说：“哎，我听见那耳机说，耳麦说，这谁？这谁？小湘玉，小湘玉，不不，刘若英，不，刘若英前头那个，掂着袋子那个，好，就跟走错道了似的。人家都说啊，掂着小裙子，嗨，然后，哎，这我掂着袋子太没面子了，掏出牙刷来，哎。然后说那个记者说踩他几句，一看他都那个好像有说的，说小湘玉老师，我们采访一下你第几次来苏州？我苏州很多次了。您第几次走红地毯？我说第一次。您第几次参加电影节？我说第一次。您第几次提名？我说第一次。你怎么净问第一次的呀？哎，什么感觉？我说激动的是晕的，然后人也是晕的，然后哪都不配套，反正觉得跟那个哈拉沙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我一看提名。他这个金鸡奖颁奖特有意思，我觉得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奖，完了是最佳，女配，最佳男配，最佳那个男主哈，最佳女主，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呢，他不是，他第一个奖啪，最佳女配，我都晕了，这坐底下看，呵，一看打出来的最佳女配，你猜谁？谁？周迅、莫文蔚、小桃红、哎呀，真是我一看。再就小湘玉提名，哎呀我荣幸的不得了啊，觉得跟人在一块儿啊，我跟人在一块儿，我都觉得我能跟人家一起提名就不错了，咧着大嘴在那笑，你知道吧？笑哪儿说获奖者，我准备看着小桃红还是谁准备鼓掌，那小湘玉懵了，一懵了，导演说快赶快讲获奖感言，来不及了，就上台了，左跑一圈右跑一圈，不知道怎么办，也没奔过呀，然后过一会儿就出来这镜头了，我就咧着嘴笑。后来他们说了。这一届嘴咧最大笑最狠的就是小湘玉，就给拿了最佳女配角了。实诚人啊，您今儿带的这是奖杯，这是？哎，我不是，本来不想带奖杯了，真无聊。导演说你拿来让看一眼吧，你参观参观吧。参观吧，来吧。不是，见过，不是这还真是，你看这真是金鸡奖啊。谢谢。我儿子，你猜看完金鸡说啥？妈妈，这个一对好看，你再给我挣一个。哎，对，我就再买一个。还真挺漂亮的哈，哎，真是。哎，我啊，最佳女配角，我估计我这辈子拿不了最佳女配角了。哎，你最佳男配角啊？我慢慢来吧。哎，你是不是也得过呀？我没得过，没得过。我得过感冒，我这一样比他强啊。那强多了。
可我那包里没有牙刷。不看。这个跟小香玉老师聊天我特别的高兴，有时间多来，下次来带着孩子来，希望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希望您快乐幸福。谢谢。这个每一位来的嘉宾都得讲一个笑话，您准备好了吗？我准备了。来，到这边来。来，到这边来。这个你别管用什么讲，反正我有一个笑话，别管可笑不可笑，有一笑话。讲得好，他们会特别开心；讲得不好，天会特别开心啊，下雪啊，谢谢。用来。哎，我其实平时挺爱讲笑话，不是在站他这儿觉得瘆得慌。开始了吗？可中了。好，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啊，骑得特别快，在路上走着，然后这时候听见边上一个人喊 ：“Go go go！” 然后他说：“哼，嗨，来哦来哦来。”然后汤他就栽在沟里了。那个边上的人说：“我一直喊 go go go， 你还来哦来哦来，来吧。”我觉得还行吧。好，讲得不错，谢谢小香玉老师，来，谢谢，精彩依然继续。怎么这么大片啊？后台有演员叫赵云霞，每回都唱那个。他会这个？他是东北人啊，他也唱这个啊。啊，我是河南人，我就他爱唱二人转，唱张生呗。这俩唱反了。然后您一唱这个，我听比他强多了。哎呦呵，你比的多好啊！就跟有一天，然后我们老师给小孩排节目，排完以后我就坐进去给小孩比完了以后，那老师说：“哎呀，校长你比学生跳的好。”我信心呢，跟这话一样。每一个小孩他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那你呢就用不同的方法面对每一个小孩。你比如说他特瞌睡了，他。困了，那他困了。你再上什么样的节目？你今天再来多大的领导，他是困了。嗨嗨嗨，嗨嗨嗨，过来过来，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再来最后一遍，谁要是做得好，马上就发巧克力，看见没有？怎么那么好啊？嗨嗨嗨嗨嗨，最后巧克力不给我发，你知道吧？所以半夜得跑八个，不干了。不是，就这种小孩，你得要这样的办法，你知道吧？我准备的什么歌啊，孩子？让孩子唱吧。准备的是《快乐的小鸟在飞》。好啊，给我们唱几句，行不好吗？好。从前有一只快乐的小鸟在飞，飞过蓝天。停，这一听不靠谱，坐下、啊。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从这好，这都不是专业老师教的，你应该直接教那郭老师、声乐老师教你那歌唱才行。停，这也不行，这塑料袋拿上。哎呀。你唱得特别好、啊、宝贝表现不错啊，今天还敢唱那个没进学校之前的从前一个唱。挺好挺好挺好啊，你要求孩子不能像大人似的、哎、挺棒的，你会越来越好的啊，是。